的头高，血栓风险也可能较高。一项新研究显示，身高较高的人可能较容易得到血栓。这项瑞典研究调查了跨世代超过250万名有亲缘关系、身高各异的受试者。研究发现，身高在155公分以下的女性患有血栓的风险较低，身高在160公分以下的男性亦然。超过185公分的女性与超过190公分的男性则有较高风险患有血栓。致命的血栓通常发生于下半身，但也可能发生于脑部或肺部。研究领导人表示，身高也应纳入衡量血栓风险的标准，就如体重一样。但是目前为止，身高与血栓之间的关联仍不明晰。